靠近你，仔细看啊，金色、银色，选一个颜色。银色好了。我是问观众，不用回答。好，仔细看。金色钥匙嘞？你后面不用说话。好，运镜，运镜。天王周杰伦显神变魔术，全网歪楼是本尊吗？我觉得魔术呢，就是有一种这样的魔力啊，就是让大家开心惊喜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周董爱变魔术，众人皆知，甚至自己的实境秀也在变变变。想问一下，哎呦，我开心就变，我不开心也变，明明约好六点，怎么朋友突然变不见？仔细看一下。收关。收。哇，真的假的？近期周董久违的在 IG 大秀本领。靠近你，仔细看啊，金色、银色，选一个颜色。银色好了。对，我是问观众。不用回答。好，仔细看。金色钥匙嘞？你后面不用说话。好，运镜，运镜。没想到底下留言区全歪楼，这是本尊吗？这是周杰伦模仿大赛第三名的周董吗？杰伦在大陆是少数民族吧？方向不一样。不晓得杰伦知不知道自己的多重宇宙？对岸的周杰伦多到数不清啊！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，你又擦肩而过。心跳的感应还是如此温柔清晰，怀念你那些姑娘从从这边到这边一共五步，一二三四五。恐龙看看我觉得真的是劣势。周董变魔术的 TA 不止大人，五年前就曾在方志友女儿面前大展身手过，还自嘲自己是被歌唱事业耽误的魔术师。是谁？答对了，我是谁？好，没关系。白色的啊，都是白色。这个颜色。来，给你。好棒的魔术啊！哎呦，不错哦。